小狐狸。我一直在国外，所以我都不在国内以前，但我知道他很好看，就是看着很亲切，就是那种邻家的那种感觉，没有那种距离感啊冷面的感觉。啊，他本人太美了，本人比之前电视上看到的美超多，又是热巴的话，我喜欢女生。我今天的拍摄感受是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吧，因为时间过得很快。我最期待的是封面那只抱着狗狗的那只，因为狗狗非常听话。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在这个面板后面拍的那张，我因为我没看到，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我的脸，所以我很想看一下那张照片。2021年希望学会一个乐器，好像2020也是这么说的。没有。对于自己从小美到大有什么烦恼？从小美到大有什么烦恼？没什么烦恼其实。发朋友圈的频率是什么？最近发的内容是什么？最近发的内容是去干饭的内容。然后频率的话，就是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事情，我想把它保留下来，因为有的时候手机的相册我很喜欢去清掉，所以我就想把它保留在朋友圈里，这样会发。用一句话安利下一部作品《长歌行》。哇，《长歌行》你不看一定会后悔，真的一定会后悔。来自热巴的新年祝福。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，很开心拍摄了《精品购物指南2021开年刊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一切顺利。